么口味？我要上花生。花生。然后呢？还有什么口味？柠檬味。还是看这个。这是什么口味？弟弟口味。什么口味？餐桌熊口味。花生。怎么又是花生？好吃啊、哦，牛奶好吃。抹茶。绿茶。那这个一看就知道是芝麻喽，有黑点点的。对，绿色芝麻。是这个破掉的。好吃吗？哪一个最好吃？你每一个都吃了，哪一个最好吃？哪一个？这个跟这个。花生跟什么？花生跟。这个是综合的，那就是绿豆跟花生咯。绿豆、花生、芝麻、绿茶、牛奶，绿豆跟花生最好吃。好，这是哥哥的心得。买的三个口味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口味？草莓。草莓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那这个嘞？我想快跟他一起玩。好啊，那你在旁边啊。你想吃什么？我等下什么口味？绿豆。绿豆哦，那白色的，白色的。柠檬。柠檬，哪一个你最喜欢？柠檬哦，你喜欢柠檬哦。那哥哥来，哥哥来试试看，刚刚你的口味没有柠檬。柠檬，柠檬，哥哥也喜欢柠檬。